阅读阿奴队，行。这个 BGM 在设定音乐里面有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好像有的样子。叫什么英雄凯歌还是什么的，忘记了。刚下班吗？哇，恭喜你！嘿，好，这边呢，尽量新珠五颗做消除。阿月奴徒是什么啦？吃花生，吃花生看起来就让我想到之前一些小小故事，就是古时候的人他们会在看布袋戏的时候吃着花生。对，因为你们也知道嘛，就是古代没有什么品客啊什么的，哪有这种东西？有的就只有一些传统的零食，比如说爆米花跟花生。然后今天刚好是七天地复刻，然后有人说看花生吃花生在看直播，让我觉得的那种感觉。我用克了十颗，是用拳皇打不过，真的假的？太浪费啦、啊！那不然你就不要用拳皇好了，用别队啊。我昨天最惨也才吃九颗而已、欸，就那个我昨天的混蛋队才吃九颗而已，吃十颗太多了啦。好，摇滚铺满就祝你幸福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到第三关。哎、欸，糟糕了！这边呢，我们就开个露娜，把他给带走。反正等下都还可以带洗技能，所以其实还好。难打才有挑战啊，你们不觉得？应该说现在已经开放第三天了。好打的都被大家示范过啦，就是你可以看到，比如说好打就是巴龙或者是玛雅之类的这种新生代的卡片。那其实所以我就会想要来试试看比较应该说比较特别一点的队伍，给大家更多的参考，就是不只有那种好过几队。那当然你有好过的，比如说特哥什么，你就直接一直用特哥刷就好了，你就可能就不太需要看这直播啦或什么的。因为其实好多队其实都太简单啦，可如果你没有那几队的话，就会变得很痛苦，就像。差不多就像我现在这样子吧。好，我将跳果全开。对啊，我相信有些人是不是还是没有抽到那些很猛的卡片，对啊，所以想说那我就试更多通关的可能的队伍之类的。好，一颗好啦，有多一点了。一颗也太扯了吧，在干嘛？可是版面还没有很好哎、欸，我再洗一次好了，是可以消掉啦，但是我不想赌那个风险。
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了，才排出好了，麻烦死了。开关阿努比斯加阅读排除就可以了。哦，这边真的是有麻烦到哎、欸。嗯，双重叠珠好。过了，接着来到第五关，终于。这边可以排珠啊，我们先排一下，至少让你等一下是好转的就可以了。好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有点好转呢？接着继续回吧。我觉得这堆在玩就是你要怎么样把暗珠切掉，就是这堆真正的艺术，切干净就可以通关啦，切不干净明年当学弟啊，没有啦。好，哎、欸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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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过了应该吧。好，这边有三组暗珠，我觉得应该蛮 OK 的。还有这个开关阿努比斯啊，差不多啦，就这样了，没有爆发可以开了，全部都开完了，好吧，全消了，整版消哎、欸，这个人尽意志啊！果然又更新了，哎、欸，太常更新了吧？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应该还有一回合可以打他。哇，好，第二阶段用追打其实就可以过了啊，太好了。行，阅读又可以排珠，排下珠。好，直接来吧。如果追打应该比较好过，对不对？我有听大家的话，就是把追打留到第二阶段再用，这样就比较好过了吧。嗯，果然两啪一啪就过了第七关，目前零死哦，目前零死，太好了，总算开，还可以耶，目前感觉打起来前面是都 OK。 哎、欸，又要排珠了，阿红今天宇宙序章抽还是霹雳？我觉得抽宇宙序章比较好，因为霹雳的强度其实就是大家现在看到这样而已，它不会再更强了。可是宇宙序章它还会再更进化、超进化之类的。对，所以要我的话，我一定是抽宇宙序章。哎、欸，两颗星珠，如果说现在是没有星珠的话，就很棒。但是不要要求太多啊，这样其实也可以，已经很棒了。目前是最等等就不是了，不要诅咒我。好，重置嘛 ，OK。消木珠，我们这边洗技能，手消木珠就可以没有伤害。可是木珠呢？怎么不见了呢？嗯？
combo 他会死吗？应该不会吧。OK。啊，刚好更新，太感恩了，感恩师父。那就把他送走吧。继续洗技能，哎、欸，不要天降，拜托。好好洗技能。哦，电池刚好在那、欸，哎，怎么办？这样好了，好，至少可以降低一点他被带走的风险。好，有时候真的要很小心，让他不能被带走、欸，哎，因为我要洗技能。这对缺点就是这样，很容易把它给带走。好，我去 ，OK。我看技能好像也差不多了，不用洗啦，技能都跳了，追打的也 OK。那我就来试着把它给带走喽。可这个水珠也太难消了，等一下再带走。这边先来解一下电击珠子。150等之后怎么快速升级？没有办法、欸、150等之后升级会越来越慢。只有像是官方，比如像是过年可能会开一个快速冲等的关卡，那个时候才有机会。这边我要赌一波，如果我开关阿努比斯会不会过？然后再开机室的这个阿努牌珠，我要赌会不会过？嗯，木珠放这，好，拜托，天降多一点。有一个不是按神主扶持，害我吓到。哦有哎、欸，我只想比这动作而已，因为真的很狂。保险回颗血啦，我真不想再死掉了。哇，这个更新太有效果了吧！好，回颗血要把它给带走喽。六起来，六起来，聊天室六起来，要过了。阅读没有牌珠了，不过我们那边直接手转了。六起来，六起来，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过了，感动，打好久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六的速度越快，我们就可以，应该就可以更快通关。好。19000，我现在想叫，我现在很想大声的跟全世界讲说，我临死了，可是我的喉咙没有办法，所以你们就看我的动作。
该共鸣还有两回合哎、欸，零